塞我，好好的。是你？是我？没想到吧？哼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我李云溪今天就是来取你性命的。开始！几年不见，功夫见长啊！李云心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，你再苦苦相逼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别说客气，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，我让你死在我的剑下。不许动！恶贼，要么一枪打死我，要么我就杀了你。李云溪，不要逼我。爹，女儿远离世界，深山铸剑，不避寒暑。本以为定能铲除恶贼，报仇雪恨，可不想还是不遂人愿，又败在这恶贼手下。如今恶贼已有了靠山，铲除他恐非一日之功。我李云心，一不能给爹报仇，荣光燕子门；二不能了却我与师哥的情缘。我一直得不到我爱的人，如我身在红尘一天，我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。给您。这剃度也不能在普照寺剃度啊，这是和尚修行的地方。可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和尚了，再说和尚和尼姑拜的都是同一尊佛，念的都是同一门经，有什么不同啊？好，我看你倒是有悟性，我就给你起个法号吧。不用了，我法号已经起好了，就叫了缘。你杀意未尽，尘缘未了，还请三思啊。我早已经想好了，请动手吧。烦恼无边誓愿断，众生无尽誓愿度，法门无边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师太，您怎么还不动手？姑娘，这满头黑发一旦落地，可不比秋天的叶子逢春再发呀。师太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请您成全我。不可，你这脸上还有泪痕啊。怎么，难道我当尼姑之前就不准哭吗？你有什么烦恼，可跟老尼说说。你不要说了，那就让我自己来。不行，你自己不能来，不作数的。佛度人，不如人自度。既然你不帮我的话，那我自己来。好吧，我来给你剃度。好吧，我来。无尽愁烦，一刀断休。
头颅木鱼，空空如也。住手！住手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看不到吗？师父，继续。施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施主？出家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擅自行事？你不知前因，怎知是老尼擅自行事？定慧师父是我请来的，不许这样和他说话。师父，继续。不行。赶紧。姑娘，此事还是你们商量好了之后再说吧，否则老尼担当不起。阿弥陀佛。师父。云心，你答应了白宁，为什么还这么做？你真不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好了，我来告诉你。我答应白小姐是为了你，现在出家为尼是为了我自己的心。可是为了你，我只有答应白小姐。玉心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，陪你练功，陪你哭，陪你笑，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就是想让你快乐的成长。感情的事情是没法勉强的，是我们今天是没法在一块儿，但我也绝不允许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。云溪，你出家是为了一个情字。好，你好好问问你自己，出了家你就真的全都能放下了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可你这么做我会内疚一辈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师哥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却无姻缘，既无姻缘，就只有了缘了。什么缘？只要我李云飞活着，我绝不让任何人给你剃度出家。我心意已决，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给我剃度，我也不会离开这里，不会再踏入红尘。只要我们无缘，还是各自珍重吧。